仪式感一点也不贵，就看你有没有用心咯。虾头先下锅，煸出虾油，锅不用洗，加入大蒜、洋葱、胡萝卜、小西红柿，再来一杯极有仪式感的咖啡。最后泡沫分个顶，让每根硬面都吸满汤汁。简单的摆个盘，来第一口给你们吃。最后的虾就不留给你们了。